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总姐，今天我们欢迎来。今天我们来到这边是位于中央路上，要往大渡的方向。那这一间呢，我们之前都有曾经有来过，但是事隔至今大概有没有一年不知道，就是很久很久没来了。今天来到这场就来这场玩一下，来吧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一台。但是会玩这一台呢，是因为上面有个东西我非常有兴趣，就是这一台超大台的小孩的，这个算学步车吗？也不是，反正就是给他的玩具车车，而且那一台很大台，它正面这么大，侧面也有这么大，所以它大概有这么大一台，所以就可以夹回去玩一下。然后我印象这边的机台好像都可以甩松的样子。哇，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然后要夹五还要挑 OK 的东西，要凑到五。但是万一它每一个都像那么重的话，那就都只有前面而已。没关系，我们先试试看，还能不能甩松？这台雷宝好算高哎，出这几个不是问题，它雷宝已经600多，它的保夹1080只差400块。那我先试一下这里的。就算没有达标也没差。冰霸杯，小宝中。哎，然后可以整打清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五可能就凑前面这三个。可他冰霸杯好像还能扶啊，我们看能不能把这个再带过来一点。对啊，这个还能动，我们刚刚也出了一个冰霸杯，但是如果能出那三个，但是最后面那一个其实是重的哦。出球算吗？出一颗球。他没有写出球不算。对啊，算了，我们不会这样子凹别人啦。哦，这个还行哦，只是我一担心的就是后面那一个而已。哇塞，那个是轻的，这个有点担心。我印象这个东西它好像是合金车，然后不轻。轻的，溜，没溜，这样，拖，哎，我差一点呢，对，关的，哦，我觉得甲午很有机会这一台。用捏的可不可以啊？很刚好，只能说很刚好。有机会，它爪力其实是有的，只是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。哇，起来刚好溜掉啊！现在这个是我们的魔王。哇！直接下去包到底。它旁边有东西耶。试试看啦，试试看。想要直接吼到底，看能不能一爪。它如果一爪顶在它后面，应该就可以。哇！对呀，扣到球一定能扶，但是就拖不了。What？我们刚好扣到底，然后滑过去就好，这样子滑。过去看，
魔王，接下来，哎，五，哎，五，嘿嘿，五档。好像差一滴滴，但是如果把它晃过去的话，应该有。如果刚我们让我们捏到最薄，我相信应该是可以的。其实好像甩不松的，之前都甩松。有，哎，刚刚那薄度还不错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有有吧？哇塞，太轻了。对啊，来一个捏头，超薄哎，对，超薄，来捏一下，太薄。捏，再捏，虽然都是给我后旁爪位，哇，那后旁爪位，那一爪，你们看那一爪如果进去的话，应该是掰了，有了，白白，哎。只是现在最后一个，还是要这一个重，这个这么轻，冰霸杯不知道腻不腻得到，先左右好了，变个位。会不会其实夹那个长的？那个大的对不对？对啊，有可能。要试试看吗？对啊，然后它可以凹，它可以这样子凹下去，还不错。对啊，至少有进度。好，再捏一下，应该跨着就秒杀了。好，跨一个，这样嘞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这是哈喽，来吧，我们就捏它一下，这样，哎，多花10元，因为我也懒得伸下去挖，因为那个挖每次挖手都很痛，我们就顺利甲午可以秘密台主拿那个甲午超大的给小孩玩的小车车，那我们就等等秘密台主吧，再去玩一下下一台，来吧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一台试试看，这一台之前来的时候好像都没有这一台，好像新的吧？对。之前它这边好像都是标准台的样子，就后面它中间的机台全撤了，所以你看我们这一间有多久没来就好。然后它都不吃钱呢，哎、欸，吃了吃了，想说不给我玩，太酷了。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不是往前打、啊？他刚往前打，我觉得是直接出哎、欸。它好像有点快哦。一点点，大概我觉得大概落在。2.12左右，2.1、2.2，但是还行。拖。哇，前面这是什么？喇叭吗？F5。F5，我也不知道 F5，是不是有之前有那个 F8，然后有出 F5？有吗？不知道哎。忘了，打我这里呀、啊！没打，不然我给他扒倒。他下爪有点，算有点微快，应该可以扒。他有球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看哦。哎，没倒，想说过去这样扒一下，他就跨这样子这个角度，过去干。啊？倒错方向，但是这角度还行。
然后要没有附带不行。对，要全包。哇，丢几嘞？哇，这个出货声应该史上最大吧？以前我们打那个大颗喇叭出来还没有这个音量。我刚刚是整个地好像震了一下，嘣！所以很惊喜哦。对，今天有地震啊。哎，对呢，真的呢。这个很重，拖。可是这像这个高度，对这台来讲就有点小块了。要打这样子推拍，不然两拍，除非这角度晃进去还可以。哇，这个有点快。嗯，对这个，它小东西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中大型的就有点尴尬了。平躺就还行。起，回放。我甚至想，我们直接把它扒头，它会不会就躺下来了？可是它能卡转，转出来。哎，直接补位了。直接补位了。来，出了，直接往前扒一下就好了，吃个头。哦吼！直接补成平台。可是我刚刚这一下，不是不是，我出货之后，它这台可以甩松。哦，是啊。我抓到了，你看哦，它现在这样甩浮，你看有没有松了松了？这台是能甩松啊。应该用逆的吧。好，先把它逆过去，然后在打之前先多甩个三四下。哎，这个好，来，我们先抓这个。哎，哎，这个补位了。那个要怎么出比较好？多段甩松，前推捏放。你看，哎，这个有没有很老舍？先甩松，然后这样子多段，前推，放。哎，啊。没放，哎，他少了一个步骤。没放啊！哎呀，他少了啊！少一个放啊！不然他刚前面那几段都是照着流程走，这一个不按理出牌。哎，来再一次，多段捏。哦，他起来那个上品的那个时间调得不错，那我就直接，哎呦，一二，我很想把直接拖过来，因为它的甩幅是够的，如果甩过去刚好让你包到，我就这颗要重的，对，甚至可能直接外丢就喷出来。来，直接凹就出来，直接凹，来啊！啊，没有凹过去，够几杆？还是多段好了。吼吼，搬过去，嘿啊，硬掰掰过去。现在呢，先逆这个吗？对啊。好。这甩浮，嘿，嘿，卡，哎哎哎哎，先拖后面，有够重，哇，超重，哎，这次我是不是曾经有那个啊？有打过，对哦，好像那个时候不知道夹几重，夹五重，哦，难怪似曾相识，这个有了吧？对，那我们在这个再小拖一下，往上带，有这么重吗？
有那一只很重，那只公仔超大只，先出。吃太多啦！我想说它会上艇呢、啊。这个很好的机会耶。哎呀，那呢？失误。哎，再回来。哎，放一个，先把这一个刷过去挡一下，其实可以了啦。只是那一只，不然等一下可以先把那个一楼拖掉。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呢，多段甩松，多段一个前推，刚好让你捏到。只要插到一下，那两拍下去真的到不了，会有点小尴尬。有了，啊哈，来了，一楼。哇塞，他一楼也起得来啊，抱着就好了。对啊，来吧，你过来。三爪扶得起来啦。哎呦，我还以为真的是多段扒一下。哎，太薄，有了，来，这一个公仔有点尴尬，我们就，可是它可以平躺，可以趴下去爬爪。哦，也是有这个可能，但是我们就先推着推着，它会过来了，但是就不怕一到洞口，其实很尴尬。越来越过来。那一爪都没中，自己捏这个，这样，这个这个，哎呦，它应该会卡洞哦。对啊，能不能凹下去啊？哎，它整个跨上来了，哎，它有办法摔倒吗？好问题，太近不行。哎呀，可以。哎，没卡洞。没卡。哦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一盒可以打得出来。所以那时候原本想说要放弃的，就我们插了一个螃蟹，没想到往洞口带。说要放弃就出来了。对啊，哇，那这一台非常顺利，那我们就扫这一波吧，再去玩一下其他的。来吧，我们最后来玩一下这一台。这一台就是之前都有玩过的，100%，这一台可以甩松，你看，松了。可是这一台刚刚我拍键，它好像有点 delay 感，有点小 delay 感，蛮多的。可是20元两个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就是因为这个 delay 感，我要吃他的螃蟹是吃不到。全包，除非躺掉吃螃蟹，应该还能动。这样嘞？这样子哦，捏捏看，如果捏不动的话，也要是要放弃，包到底。哎，可以，哦咦。怎么又来了啦？现在这个打一打都啊？
哦，我们刚刚那个打出来的那个货在抗议了。这样吧，完美。可是不要捏宝，它是不是会抓住？捏宝？对啊。哦，我抓不住。太重了。好，那最后我们就出这三个吧，最后去把东西稍微集中一下。好，我们这次夹完了，这次我们总共夹这样子吧。哦，今天出货感真的没话说，非常之满。我们好像有比较卡的吗？像这一台我们夹了五，目标就是要拿这个。哦，我觉得夹五送这个真的是超划算啊。可惜它不是电动啊。如果是电动的话，应该在上面应该是看不见的，因为电动的话一台那个这个应该几千块起跳，上面要有真的几率很小。然后这台夹个五很顺，然后我们去打后面那一台，后面那一台大概也夹了七八个左右。然后整体，而且最角落那个是大公仔，真的没想过它能打出来，而且是抓到它的弹性啊，因为它那一台下手的速度比平常的快一点点，大概2.1、2.2拍。像这一台就大约是落在2.4、2.5，你要习惯那个甩幅，然后加搭配推才会比较好出，然后要一直找位置补个位。那我们最后呢来开箱一下这个吧，这个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夹五送的。看它里面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哦，超大一台耶。它这是啥啊？后面推的，帮它推的样子啊。没有了，它的靠背啊，它的靠背。我们现在夹到这一台啦，自己用脚撸啦。哎呀，自己用脚撸。然后它这边有搭配电线，然后你可以装一个韩多撸上去，然后它就按喇叭音乐啦。但是它就是没有那种电动的那种感觉，没办法行驶。好，那一台车我们就简单开箱一下。那我们今天总共就夹这样子吧。这个抽奖要抽什么呢？应该就是这一颗了，史上出货最大声的喇叭。那这一颗呢，我觉得它的功能也不错啊，亮派 F 迷彩蓝牙低音炮，然后它也可以支援记忆卡，所以就平常外出啊，跟朋友聚在一起，或者是露营啊，平常听音乐非常派得上用场。那我们这抽奖呢，就抽这一颗蓝牙喇叭抽奖送给大家。那这一颗的抽法再骗我，再看一下，喜欢我的话，谢谢，拜拜。